再往上抬一下，抬到最高点，我看一下，把锤头拿下来啊，把锤头放在垂直，锤头垂直嘛。放到最高点，大臂再抬一下试试，大臂抬。好，把锤头往下放一下，我看看能放到哪。好，你往下锤一下，我看见了。好，这个能伸吗？这个杆，这个杆，这个杆，这个杆。锤头这个杆，对，啊，对，好，小宋，我往我这边转，我看一下，我往我这边转，转到最大看一下了啊，好。